它叫做原子，原子有一个好朋友，它叫做荷叶，荷叶有一个男朋友，它叫做骑士。骑士，他说远了。骑士，我想要说的是，因为你的动感光波害我变小了。我的动感光波害你变那么小。对啊，真的很悲惨哎。悲惨的小弟弟。
小姐姐。他是谁？怎么在送我们的面包吗？
有肯定吃什么啊？吃炒饭好不好？人家不要，不要，妈妈吃炒面好不好？人家不想，不要，不要，爸爸，吃谁的？吃你。正义感的神经，听不下去了。哦，看我不想看了，鞋子好痛啊！因为啊，我在你的世界里又迷路了。